你飞过去吗？工具有个开关，从把开关打下来，定位回来，他就直接回来。定，这里有个仪表板哈，听到了吗？定位了，是不是？就不用，他就回来了，不用再开始定位。最新程序 GPS。工具的大，啊，导航呢？返航，对，返航过来看一下。转圈，转圈，返航之后才能转圈。把那个返航再点一下就取消了。是吧？你不干啥了？你再笑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不要费劲一点，再把看看飘不飘，打开定位。把定位。啊。把这个开定位。这种不操作它就不操作，它就这样就。现在是自动返航了吗？它已经定位了，它 GPS。它已经定位了。哦，定高了。定到那里。啊。它定位。那它会不会自动返航啊？那是吗？你先试吗？可以啊。可以。啊，返航。按一下这里，试一下。好像他会掉头，掉头了之后他就回来了。我是不是没快打这么慢？他自己不是什么跑到那边去了。你要返回家？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重新笑一下，停一下，再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关键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那你加成本了。